抢救低迷选情，韩国瑜国民党急出招。市长，你说上任后就没有打麻将，可是照片被拍到了。我们在这里谈这个，会不会特别？可以简单回应一下吗？这我们在这应该还是的哈，都很一定要回答吧。这气氛，我在这气氛。不太好了，好吧，谢谢，我们尊重一下家属，好吧。哎呀呀，高雄市长韩国瑜怎么听到麻将就逃了嘞？我到了高雄市到现在，我没有打过一场麻将。他最近深陷麻烦之中，选情提不上来。为了抢救选情，党中央决定，党员只要抹黑参选人，就开除党籍。同时针对换猪 2.0 的传言，拼命去灭火，展现决心。韩国瑜阵营也开始建构遍布全台的竞选组织，准备动员。当然，他本人也逐渐减少受访或避开部分议题，避免失言。如果这些还没办法，那就留给主席吴敦义想办法咯。我们会在适当的时机呢，邀集我们党籍的县市长、议长，还有县市党部的主委呢，一起来进行一个这个联合造势的活动，针对相关选举的一些步调啊，还有近期我们这个韩国瑜后续的一些这个选战相关的策略等等，可以利用今天晚上的机会呢，可以好好的讨论一下。不过原本周三晚间两人就要碰面谈选情，但行程曝了光，结果就取消了呢。政治中心，市长还是靠自己吧。报道。